张馨予是李晨的前男友，和李晨分手后一直活跃在微博上，动不动就玩玩自拍，似乎每一张自拍看起来都是颜值很高，身材很棒的。最近张馨予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照片，这组照片是网友拍到的素颜的张馨予，但是张馨予发博文说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，不是我。网友评论，这张照片还是很美，很清纯的吗？虽然拍摄的模糊些，但是还是我们的女神。还有网友说，看这又细又长的大腿，对，一看就是你。也有网友扒出了张馨予的素颜照，从张馨予的这张照片可以看出，皮肤怎么这么的黑呢？而且还是满脸油光的。素颜和微博上发的照片是不是差距很大呢？这个素颜的照片，张馨予不会不承认的吧？和下面的照片相比，真是判若两人。